给大家推荐一款 ABS 传感器检测仪。这款检测仪的话，不光可以用来检测 ABS 传感器的好坏，还可以检测 ABS 传感器轮速是否正常。所谓的轮速就代表 ABS 齿圈与传感器的间隙，非常实用与方便。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小黄车进行下单。